好，我们接着来关心的是马来西亚佛光山教育中心成立的印度纳兰陀云端读书会，日前迎接了课程结业典礼，其中有不少的学员都来自佛陀的故乡，也就是印度，他们克服语言障碍，努力来学习。佛教靠我，舍我其谁？佛教需要我们，当然我们也需要佛教。第二句话，舍我其谁？除了我还有谁？献上两句话祝福，勉励持续发心传承佛教理念。马来西亚佛光山教育中心成立的印度纳兰陀读书会，历经八堂线上学习，终于告一段落。法师们出席典礼，给予鼓励，勉励大众好好活用所学。我小到山好，山好影响了我。不少来自印度的学子加入课程，横跨语言障碍，说起中文，努力学习。佛光山新马印太教区总住持觉诚法师也出席开示，勉励大众在疫情期间遵守五戒，保护自己。学员们分享心得，收获满满，要继续带着佛陀智慧圆满生活。人间卫视综合报道。